破了当时最大的城市齐国都城临淄，经历了254年诸侯国争霸厮杀的中原大地，终于显出了宁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国秦帝国从此诞生了。可是，在空前统一的帝国周边，依然有两个强大的敌人：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还有岭南的百越民族。这两个强悍的民族使得新生的帝国腹背受敌，打败了所有对手的秦始皇明白，要想巩固秦帝国的万代基业，就要在他有生之年征服这些遥远的敌人。一场新的战斗任务开始降临到秦军肩上，这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一场最大的战争——平定岭南。岭南就是指大庾岭、齐田岭、都庞岭、蒙竹岭、越城岭五座山岭之南。五岭山脉层峦叠嶂，东西一字排开，绵延1400余公里，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它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自然分开，形成了江南丘陵区和岭南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许因为崇山的阻隔，世代生息在岭南崇山深涧中的百越族，他们断发纹身，生活习性和中原人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本来就是经常住在山林之间，所以呢，这个历史书上说他们叫陆梁地。就是呢，在这个好像三两的这个地方呢来生存，他们很习惯，地形熟悉，山高林密，而这个南越人呢，他们呢这个过的是原始部落生活，所以到了山里边呢，和野兽相处呢都习以为常。可是，面向大海的岭南也有着天然的优越，因为岭南土地肥沃，河湖密布，气候湿热，尤其在人烟稠密、开发较早的珠江平原一带，很早就呈现出繁华景象。从中原最早出现了统一的王朝开始，岭南这块让人垂涎的土地就从来没有真正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早在春秋时期，越族建立的越国就与当时的吴国互相争霸，使中原的诸侯国受到震慑。战国时，越国被楚国所灭，越族从此分崩离析，部族越来越多，号称百越，越人部族间的争斗也变得激烈。当秦军剿灭六国仅仅3年后的公元前218年，这些遍布在岭南崇山峻岭中的百越民族就成为了秦军的打击对象。史书称，这次秦军动用的军队人数达到了50万。从西到东叫义军塞坛城之岭，坛城之岭就是越城岭。义军守九夷之塞，九夷之塞就是蒙都岭。义军出番禺之都，番禺之都就是指齐田岭。义军出南野之界，南野之界就是指这个大庾岭。义军解庾干之绥，庾干之绥就是当时的雨水，今天的信江，在它的上游集结，这是五路集结。从五岭山脉广阔的区域，秦军分路进入岭南。
秦军从最初打响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那一天算起，就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秦军正是从自己的家门口一步步消灭了自己的对手。这一次，从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平原的咸阳到岭南，直线距离也有2000多公里。2000多年前，就在今天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平原一带，是越族人当中一直叫做西欧族的越人聚居的地方。秦军进军岭南，战线十分广阔，各路大军遇到的对手也不尽相同。在岭南越族的众多支系中，尤以西欧族越人最为强悍。秦军战斗力最为强大的一支主力直逼西欧越人盘踞的地盘。考古证实，当时西欧方国已十分强大，秦军在这里遇到了平定岭南战争当中最为激烈的抵抗，双方相持竟达3-4年之久。在同西欧越人的战争中，秦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秦军平定岭南不到100年后，西汉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淮南子》一书对秦军的这场战斗做出了描述。在秦军占领的地区，越人不服从秦军的统治，他们逃进深山，宁愿和禽兽相处，也不肯做秦军的俘虏。他们推举一个叫做敖俊的越人为首领，同秦军周旋。越人往往在夜里发动突然袭击，使得白天行军作战已经十分疲惫的秦军不得安宁。更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一次越人的突然袭击中，秦军主将蒲随被杀死了，秦军兵士浮尸流血数十万。占领桂林的秦军3年不敢解甲卸弩，战局陷入了焦灼状态。要彻底打败西欧越人，对这些曾经所向披靡的秦军来说，变得异乎寻常艰难。秦军虽然翻越了五岭，占据了岭南的主要战略要地，可是荒凉的岭南没有秦军所需的军粮。深山丛林里的越人袭击秦军的粮道，使得秦军粮草匮乏，后勤给养十分困难，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这50万人每月需要军粮至少2000万斤以上，而且还需要大批的这个军用物资和辎重来做补充。而秦岭呢，恰恰挡住了那么呢运输的道路，因为这些物资的运输需要有便捷的交通，或者车载或者船运。而这五岭的话呢，过车过船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成了什么呢？秦军的岭南胜负成败立顿的关键。秦军在岭南的这场作战，很快转化为粮草辎重运达前线的战斗。事实上，秦军已经发现，虽然岭南山势险峻，但雨水充沛的气候也造就了众多的河流，这些河流正好穿越了岭南连绵的群山，一直向开阔的沿海奔去。从秦军最初打响平定岭南的战争开始，秦军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山谷和河流。这个水军呢，在秦灭六国之前就建在了巴蜀，秦灭六国之后，江淮流域全部都是楼船式，都是水军。而进军岭南的话呢，用的都是楼船式，都是水军。水军呢同时承担步兵的任务，所以呢正好岭南水网之地，那么的话既要有陆地上的沟通，更需要河流的沟通，
这样的话呢，作战、行军和运输都方便。随着旷日持久的行军作战，秦军的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在后勤运输上，秦军更离不开一种尖利的武器，这就是船。可是，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众多的河流当中，秦军要寻找的道路在哪里呢？在秦朝中原与岭南的通路上，除去陆路，最重要的两条水路就是从岭北长江水系的两条河流向岭南珠江水系的两条河流相靠近的线路。秦人南下，他利用了这个在就是长江水系的湘江的河道和赣江的河道，在岭南呢又利用了这个北江、东江、西江的河道，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水运的条件。在五岭山脉最东端的大余岭上，有一个关叫做横浦关，有一关隔断南北天之说。历史上南北征战多取道于此，称它是岭南第一关。横浦关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斩断了岭南和中原沟通的一条重要水路，就是从长江水系的赣江通向珠江水系的真江的道路。在大余岭上，横浦关扼守的这条石头小道最早正是平定岭南的秦军开辟而成。这条道一头连接流向长江的赣江，一头连接流向北江的真江。秦军从赣江乘船运载物资到达大余岭，然后以人力运输御岭，然后再搬运物资上船，通过宽阔的真江水面直入岭南腹地。这是秦军的一条重要水路。今天依然宽阔的真江从大余岭脚下的广东南雄市区穿过。从岭北进入岭南的另一条水路，就是秦军取道今天湖南的湘江，抵达吴岭脚下，以人力搬运物资过岭，又顺漓江运向岭南。可是这两条道路的运输都要经过人力的搬运，上船下船极为不便，兵卒苦不堪言。当平定岭南的战争打响不久，因为秦军具有一定的战争准备，所以运输能力与秦军需求的矛盾还不突出。可是秦军平定岭南的战争并没有设想的那样顺利，而是转入了旷日持久的相持战阶段，这就彻底打乱了秦军的战略部署，使得秦军陷入了致命的境地之中。因为断粮随时都会到来的饥饿，比善战的越族人更加恐怖。重新开凿一条运输量大、调运快捷的军粮通道，成为牵动岭南战局的关键一环，更是深陷困境的秦军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坐镇关中咸阳宫的秦始皇嬴政开始把目光投向岭南迷雾般的山岭当中，他深知这场千里之遥的战争关系着500,000秦军的性命，更关系着秦帝国未来的疆域。可是在岭南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哪里是秦军运输军粮的通畅道路呢？穿越大余岭的陆路尽管只有几十里路，但险峻的山岭令秦军行进十分艰难。在广西兴安县城西南越城岭脚下的一片稻田里，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座2000多年前秦军平定岭南时所筑的城堡，叫做
秦城。考古论证，这座城周长约有20公里，大约可驻守10万秦军。为什么当年秦军在这里布防如此规模的兵力呢？在对西欧越人的进攻中，秦军依赖的粮道正是经过湘江而到五岭山脉西端的越城岭脚下，而后越岭再进入漓江的道路。但是这条水路并没有完全贯通，之间尚有几十里的陆路。湘江自南向北流入长江，漓江自北而南注入西江，两条江的源头都在今天兴安县境内一个叫铁炉村的附近。两条江的水位差度只有7米，两条江的分水岭也不过是一个小土丘。这个地方呢，它是南有那漓水，北有湘水，漓水呢属于珠江流域的水系，湘水呢属于长江流域的水系，他们两个呢相离很近，把他们俩一沟通呢，就等于呢把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在一起了。秦军在整个平定岭南的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策浮出了水面，一个叫史禄的人被委以重任，他带领秦军夜以继日在湘江和漓江的源头间开凿运河，沟通湘漓两水，这就是中国水利史上著名的灵渠工程。选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针对作战对象来的。但是秦军进入岭南，这个地面非常广大，第一路、第二路是指向这个西欧和洛越的，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及其以南，而呢，魏图遂牺牲的方向就在这个方向，在这个方向，秦军所遇到的抵抗是空前的，挫折是巨大的，而对这个方向的保证，只有灵渠才行。公元前214年，兴安灵渠经过3年的开凿，大小天平把湘江和漓江3期分开，湘漓二水连成了平缓的水道，沟通南北中国的灵渠通道作用一直发挥了2000多年。或许最初谁也无法想象，秦军正是因为把两条江凿通以后，岭南的战局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秦军急需的大批军粮和物资一直经水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岭南秦军主要的战场。史书记载，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水路御岭到达岭南地区，甚至载重万吨的大船也可以从灵渠通过，只有灵渠一通，通过水运才能源源不断地把这个物资和军粮那么保证到西线方向来，从而的话呢，使这个秦军最后的这个胜利就是在西线的胜利，解决了西欧和洛越问题，整个的话呢，把一个问题全都解决了。就在灵渠凿通的这一年，广袤的岭南最终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南海之滨曲折的海岸线成为了帝国的南方疆界。然而，这只是帝国对岭南的初步占领，要牢牢控制这片新辟的领土，帝国的任务依然艰巨。生活在岭南的越族人一夜之间成为了大秦朝的臣民，新生的秦王朝第一次统治这片遥远的土地和这样奇异的民族。
在当时有44郡1000多个县，可是就在这个弹丸之地，赵佗开始展露他的才干。秦军在对岭南百越族的军事打击取得胜利后，是通过从中原移民与越族杂处的办法，才算真正平定了岭南。史书记载，当年身为龙川县令的赵佗就曾上书秦始皇，从中原征调了15000名年轻女子和戍守岭南的秦军兵士成家。接着是赵佗的一个深谋远虑，他移民来呢，这是这个应该从秦始皇开始是吧，一直到汉初啊，都是这样的移民来这里，来这里一方面他步步为营嘛，在一个方面占了一个地方，他移民来这个地方占着这个地方，打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移民来占着另外一个地方，这些人都是这个所谓步步为营嘛，巩固根据地嘛，才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嘛。在秦帝国短暂的历程中，当曾经剿灭六国的秦军平定了岭南，并在岭南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后，帝国开始走进了最为光辉的岁月。统帝国在北方击退匈奴、修筑长城防御的办法正好相反，远在岭南的秦军大修穿越五岭的道路，史称新道，并在道路险要地方构筑关防。五岭山脉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野兽和毒蛇潜伏其中，群山之间是湍急的水流，这就如同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封锁线。然而秦军知道，帮助他们把岭南纳入帝国版图的正是流淌在岭南群山里的那些河流，因此在秦军平定岭南以后，为了防止岭南的越族人向中原进犯，就在五岭山脉的险要地方修筑了控制河流的关卡，最主要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岭南三关的横浦关、阳山关和黄溪关。正当岭南的秦军在营建坚固的防线，防止岭南越族人北上危及秦王朝的统治，对帝国来讲，一场噩梦般的灾祸降临了。公元前209年，今天的安徽宿州大泽乡正被一场大雨笼罩，一群就要被杀头的戍边苦役绝望中揭竿起义，铁板一块的秦帝国顿时战火连天。秦朝大将章邯和项羽为首的六国反秦联军激战在今天河南一带的漳河地区，另一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正乘机沿黄河南岸直奔帝国的首都咸阳。史书记载，中原突发暴乱的消息传到岭南，当时秦朝管辖南海、桂林、象郡、岭南三郡的最高首领任嚣正在病危当中，任嚣急忙召回了龙川县令赵佗，对他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秦朝暴政，天下的民心丧失殆尽，而岭南北靠五岭，南接大海，可以割据立国。刚刚成为帝国疆土的岭南面临怎样的命运呢？